你好，我们的视频在 YouTube 上被盗用了。对，然后那个频道做的比真的还像。对，然后这是一个很不公平的一个状态哈。第二个呢，也是担心那个非法使用我们视频的人，然后有了一定粉丝积累之后，会借着我们的名义去做一些招摇撞骗的事情，这个也是我们特别特别担心的。对，最开始呢，其实没打算把所有的影片上传到 YouTube 上，但是呢，现在呢，我就把所有的影片全部上传到 YouTube 上，然后也会每一天随着我在其他平台的更新一起更新，然后希望大家呢擦亮眼睛，这个号才是我们真正的一个账号，而且如果他会把这个视频搬运到他的视频上的话呢？现在我能想到的方式就是，大家只有看发布的时间，我的可能会比他早个一两个小时，然后这个号才是我们真正的号。那还有没有其他的方式？因为当然我已经举报过了哈。然后还这边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因为 YouTube 上它的名字和照片完全都可以是一模一样的，所以说这个东西是特别特别难去分辨哪一个是我真正发这个视频的这个账号，因为它肯定会盗用我这个视频，所以大家一定要擦亮眼睛。那还有没有其他的方式能够让他这个号停止我的更新，或者让他这个号彻底的消失呢？需要朋友们的帮助了，给我们一点意见，因为这个 YouTube 平台我们也是基本上是初学者。然后最后呢，谢谢大家的支持，谢大家谢大家。一定要注意，有其他的人借汪汪或者玛利亚的名义给你们说一些。特别是资金上的问题啊，一定要注意，一定要注意，这个是我最担心的，好吧，就到这里，谢谢大家。谢谢大家。